救命啊！我从小就崇拜那些英雄，武功高强，可以以一顶百，反手一个降龙十八掌。竟有一天开悟出了一套绝学。啊！这是什么招数啊？真正的大侠，武功卓绝，并不是为了凌驾于他人，而是因为有了保护他人之心，去拼尽全力。上去！老爸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跟姐姐会照顾好客栈的。这可怎么办？咱俩还是去卖艺靠谱。你有什么好吃的，通通给爷端上来。我吃到苍蝇了。这个给你的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葱香茅香菜，三酱丁椒，来吧，一起爆香。油炸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爸爸总是怎么说来着？要好好对待店里的客人。莹莹。